吃一个厦门最贵的海鲜，我小青龙所有的海鲜都随便吃啊。走，到了哈，就在这一边，哎。哇塞，你看那边的小青龙啊，它都是不限量的。这边还有东星斑、海鲜斑、甲鱼。陈子豪已经饿了，陈子豪已经饿了，咱们饿了就吃。好嘞，跟你说啊，甜品吃到饱，然后就是牛排这是那个煎饺吃到饱，就学会呗。对，然后就是没有吃龙虾，不过小孩子想吃啥就吃啥，是吧？嗯。小青龙煮好了啊。哇。你刚才是不是偷偷炫了一碗米饭下去？我也饿得不行了，那个小青龙火太慢了呗。你吃不吃一口小青龙？哇。好紧致是不是？超紧致。我家早上没看。嘴巴尝一尝。这么乖的哥。我看你还是打的是吧。没有小青龙，我再去拿点啊。小青龙太慢了，我先吃点东星斑吧。东星斑也不错。嗯。这么说才满足。在厦门的自助餐哈，你就光吃小鸡龙跟东西嘛就好了。你只有一次都不吃呗？不用吃，就吃着。嗯，太爽了。哎，陈子豪战斗力也可以，一直没停下来过。饺子嘞，饺子吃几个？来，东西班继续。爱吃饺子，吃了5个，吃了5个饺子了，嗯，厉害呀。没事，你们吃你们想吃的，我给你们上课，上海鲜的课。你们吃不回来，姐姐给你们吃回来啊。妈就是半只小青龙就休息了，是吧？阿姨吃完半只小青龙，然后就是我饱了。血亏啊、哦！没事，我觉得就是啥来，吃自助餐就要吃自己爱吃的东西，哎，觉得吃饱就可以了。对，我小青龙也熟了吧？小青龙也熟了，对，熟了。我来给你继续下啊。对，下，再下，再下啊，再下，来，有上课的气势。啊、哦，螃蟹吃不了，你给我，好，来给我来。哇，这两个又休息一个呢。嗯，我就不知道为啥哈，东西班的这个皮这么 Q。就是。Q 弹 Q 弹的是吧？对，超 Q 弹的皮，我感觉胶原满满的吗？胶质感。嗯，太香了。我先吃点米啊。你已经吃第二碗了，你知道吧？第二碗米。吃饭吧。小青龙太慢了，等着了，饿的不行。这里面米超好吃的。炒饭可以哈。怎么着？调一下我给你调的蘸酱。我吃一下你给我调的，看咱俩有啥差别啊？差别大了，哇，这也能一口，太香了，很 Q 弹哈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吃龙虾这个啥，你这口出来的只能是满足。啊，你要不要再吃一点？你要不再吃一点？这小孩跟你亲，你知道吗？最喜欢跟你玩。在后面挠我脊背。我的小青龙又熟啦。多来点。还没再煮，上，还要上啊，上，来吧，哇哦，哇哦，哈哈哈哈，刚才就没满足的这点，好吃，棒劲脆，今天小青龙算吃好了啊，哈哈，哪个买熟？哦，哎呀，霸天山，霸，中午来了霸，哦，来你吧。这个半只就吃了一只了呢，180回本了，不知道我吃了好多，你就吃了2块小青龙，我也吃了，又肥牛了，我的，不会很亏的，带他们出去玩去了啊，好，行，去吧。